当向姆巴佩索要球衣时，后者竟豪放地脱个精光，差点连短裤都送了出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内马尔也会向大家展示他的音乐才艺，就是不知道这段钢琴演奏你们给打多少分。在座的老铁们有没有懂琴的？因为卡拉菲奥里在比赛时拖延时间，不但被球童砸中面部，回头还被裁判出示了黄宝石卡，真的是无语了。当梅西和苏亚聊得火热时，内马尔打算加入其中，不料下一秒就被苏亚雷斯恶搞了。内马尔的守门员技术实在有些惨不忍睹，不信你看。梅西也会在比赛中和对方顶牛，怒掐对手脖子，不知道姆比瓦对他说了些什么。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了。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